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，第一通是永和林先生。您好，林先生。大家好哈。请说了。你甲看卖啊，马英九安尼，虾米咧拢是这，啊是毋是笑料伤过功夫去啊？啊，你甲看统媒安尼的拼命，你甲包装，你甲看卖啊。我是讲要甲侯龙斌讲者啦，若要坐猫缆哦，叫伊上好用去送迄落啥降落伞，你知无？啊，无就花香椅啦，迄也袂歹。哦，啊，你啊看，和国民党讲的迄、那个啥物高铁是啥物废铁，啊马英九今日是安怎？那安尼？这么勇敢，搁去咧坐什么高铁，嘛笑死人，对唔对？你甲看卖啊，就是吼、哦，咱无主权，认同无主权，这像做像国民党五十年甲咱扭曲，甲咱互咱安尼，啊结果咧，民进党无政治无路咧，啊搁继续咧骗老百姓，爱、啊、对这方面去拍拼，啊你唔知应该，对无？啊你搁做后期，你个小想看卖啊，你甲看转型正义做无够，你甲看卖无出来遐出来遐行政人员遐公务人员。上好的办法就是台湾老百姓在2008年吼，本土搁再继续进行，和这个人觉醒起来，真正来认同台湾，和一切回归了正常。安尼吼，所有的一切才会平静。好，国民党的东山开了了。谢谢林先生，我们继续接听新庄陈先生的电话。您好，陈先生。喂，主持人好，嘉贡好，大家好吼。我跟你讲吼，蒋经国在世的时吼，宣布我做台湾人吼，台湾一个再三选总统吼。啊，马英九无资格来啊吼，啊不再来吼，2004年五二狂迄款的吼，哇，做宣布讲有无要用台湾遥控直升机要用个炸弹要炸总统府着吼，我嘛去，啊，但是迄火足大，无予伊一领，搁得无，大都搁大过两领，大搁无好大过吼，啊，搁再来就想吼，即个我是伫金门吼去拍客，都我一工。做工兵吼，阮迄个四位先导就是阮派，吼，金门人爱做，都爱做，吼，不再来连战，即卖现时都无咧做啥物吼，伊我啊2004年伊宣布讲伊是普通的一般台北生对吧吼，应该嘛爱含咱一般啊做老百姓同款领迄3000还是要领5000的，吼，袂使要各个同款一样以前的钱，吼，啊一寡款啊做。我啊，老将官去台了，对唔？老将香港的议员就是6个月。好，我们谢谢您，时间到了哈，我们再接听台南刘先生的电话。您好，请说。好，你好哈、嗯。你好，请讲哈。好，主播你好。请讲。国中兄你好。你好。李光荣你好。我姓杨。我讲吼，马英九啊吼，拢什么拢装啥？伊讲拢是对哦。种假啦，唔是拢是假啦。迄落个南部吼，伊拢伫度假佚佗尔。做场面吼，咱遮台湾的老百姓吼，遐阿伯阿姆吼，行去互洗脑，你敢知？伊若落个南部，真正迄拢伫佚佗，像迄阵仔咧骑脚踏车，伫倒位骑到倒位，迄拢假，到位啊真正。你啊，我落个台中、彰化、南投。啊！即摆搁转去台北，啊！即摆搁转来彰化、台中，啊！伊搁加两工，又要搁走去倒作秀啊！好，我们谢谢刘先生哈、哦，我们把握时间，一分钟已经到了，继续新庄陈先生，请陈先。哎，你好。哎，请说了。我在这里想要请教那个蔡正元，你刚才说金世美被。原住民被日本人打压，你很同情金世美，很同情原住民。那么国民党来台湾实施戒严，228事件杀死那么多人，我们应该不应该痛恨国民党？我想请问你是政客还是政治人物？你讲话，你我举这个例子，你要回答我。我们应该。应该痛恨国民党吗？我送你一句话，昨天我送给彭建国的一句话：马英九党的赛马是胖的啦，安尼你听有无？
好，我们谢谢陈先生了。好，那我们在广告回来，我们下个小时我们继续来看到说，好，到底明天7月15号减二十周年了，在这个减二十周年这么一个纪念的日子当中，到底大家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过往的这段历史？今天陈菊美总统呢，去中午的时候在台北吃起了好吃的卤肉饭，吃完之后呢，他批马英九了，他说为什么在美丽岛事件时代，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不提出要解严呢？那么解严算一算时间高达戒严有高达38年，这段的高压统治的一个时代走过来了，有人说这是个也是算是奠定台湾发展的基础，但也有人说呢，里头的牌子的恐怖事件这么样的多，国民党到底该负什么样的责任？我们稍后回来请来宾再来解读。